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玄学专家小玉老师，非常开心大家回到老师的频道啦。Hello， 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来聊聊最近有网友啊，看见新闻上面说啊，有人啊离开祖先不拜了，然后呢，因为没有做一个动作，所以导致呢家破人亡，厄运不断。那就很多朋友就来问老师说，那老师啊，按照你的观点啊，祖先很重要吗？他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因为老师有非常多的粉丝朋友，可能都是南传佛教的朋友，所以可能对于拜祖先这件事情呢，并没有如此的了解或是重视，或者是说，可能你们就是现在俗称的年轻人，他可能对于拜祖先这件事情没有到那么样的了解。那他想要了解的呢，就是说没有拜祖先这件事情啊，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那老师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老师用我的观点去跟你说。来，我们今天先了解到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拜祖先。那很多人可能就说，因为我们要感念祖先，感念先人，感谢很多的东西。那其实除了一个感念的理由之外，我们更相信祖先可以帮助我们。而这时候其实老师有听过一个论点，就是说其实祖先没办法帮我们任何东西，因为他是普通的人，他如果走了之后也不过就变成一个没有法力的灵魂而已，所以他们不觉得祖先可以特别的帮助我们。可是老师要跟你说呢，其实他不管有没有法力帮助你，但是祖先不好你就不会好。来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很简单的论点，或许讲完之后你对于拜祖先这件事情你会更加的明白而且有兴趣。来，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，祖先就是我们的上辈嘛，可能是爸爸、爷爷、曾祖父啊等等什么之类的。那如果你爷爷很有钱的话，你爸爸肯定好过，你爸爸很有钱的话，你肯定就好过。这个理论我相信大家基本上是能接受的吧。对对 ，OK。那现在来讲一件事情，可是有人就会讲说，可是如果就算是爸爸再怎么样等等之后，他已经走了，他也不过就是一个神主牌位，他能够帮得了我什么东西？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东西就有点像是 DNA 概念，他的能量如果好，你自然就会好。那怎么去解释这一点呢？用祖先牌位来讲，可能大家就觉得说不能感受到。来，我来举个例好啊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是土葬，总有很多人相信说，我把我的父亲或爷爷葬在一个好的风水宝地，可以旺家里面三代五代啊等等之类的。这个我相信大家就很相信的吧，对不对？就很相信说，比如说今天把我的父亲或爷爷啊、先人啊葬在一个好的穴位，他就可以旺到我自己。但为什么可以旺到你呢？因为你跟他有 DNA 的关系嘛。啊，不然怎么旺来旺去就只旺这个家的人，只旺姓陈的、姓王、姓什么的先人的后代。这就是相对之下，这就是一种 DNA 概念。OK， 好，那如果大家认同这理论的话，那相对之下，这些祖先在灵界，他如果过不好，他过得心酸，过得很可怜。那请问一下，他的磁场不好是不是会影响到你？你不要忘了哦，你跟他是有 DNA 的一个关系。那就算是再怎么样的话，你怎么样从来没有听过祖先过得不好，后人过得好的。所以很常就有听到有人就是说啊，拎刀家喝鬼，周生五波比周生五阿诺。那当然确确实很多人就说，可是有一些人观点是说，那我拜一些大神就好了，拜一些什么神就好了。确实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，如果在我们华人的传统中，你祖先这边顾得好，灵界顾得好的话，有一天这一个地方你我不是都会进去吗？那你要想看，如果有一天你祖先都不拜了，那你走了之后要去哪里？有人就可能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可以去很多的佛祖的净土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进去呢，我跟你讲，就只有祖先这边，他的大门会永远为你而开。就像是你今天去很多地方，可能没地方去，他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就是永远归属的一个家。那这时候老师就要教大家说，当然根据这新闻的讲法是说，这个人把祖先请走，其实是没有经过祖先同意的，
所以才会导致厄运连连等等之类的。至于是不是祖先惩罚呢？我不觉得祖先会特别怎么去惩罚自己的后代子孙。到底是谁会把自己搞到绝子绝孙？这太奇怪了。应该是说他的供奉跟能量失去了，所以失去了原本保佑的这个能量。我们以风水论的话，基本上这个角色跟议题就非常的清楚了。你用这个风水的格局来论，你把它移走了，所以它并没有过去，变成败一个空壳，所以反而祸害了自己家，这样就是非常可以的。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 ，OK， 好，那不管你现在有拜祖先或是没拜祖先，听了老师之后的说法之后，我们该如何可以帮助自己的祖先更好？那当然非常简单的做法，其实就像老师常带佛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都会念佛手经吗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的三皈依，其实如果你可以带一点观想神，在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可以观想的佛祖、观想的你喜欢的任何一尊大神，观想这些众神放光在你的祖先身边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可是很多祖先我可能不认识，不需要，你只要很认真的观想，我所有的祖先跟着我一起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那如果你今天是拜道祖，就是皈依道祖、皈依等等，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其实不管是带佛牌或干嘛，你都是可以做回向给自己的祖先的哦。他并没有说南传佛教就禁止回向给自己的祖先，所以不管你是带佛牌或是没有带佛牌，或者是说你一般信风水或不信风水，其实老师都还是建议啊，祖先这块的话还是要顾一下，会比较好很多。但是有些现代人可能家里面真的就是没办法去拜自己家的祖先，所以就会把它移到一些俗称的大庙去。那你要移去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移到俗称的养老院啊，就像有些人没办法照顾自己家的长辈，就把它移去长老那个养老院。那你去移去的话，要记这件事情，你大概要经过你的父母爷爷们的同意啊。你有可能不管他，就管他三七二十一，把他丢去养老院那边去吗？那当然他就会产生怨气啊。那自然正所谓家和万事兴，那他有怨气，自然你家就会不兴旺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其实不管你要拜不拜或干嘛等等，第一点，请你给他一个归宿，不管是在你家，或是在谁家亲戚家，或是哪间大庙都没关系，请你讲清楚、说明白，按时去供养他，以及一定要经过他的同意，好不好？所以不管你用任何一种方法，甚至有些朋友说，老师啊，那我能不能抄写经文回向给我的祖先？当然可以啊，那不管他有没有在你家，你都可以做一些回向给他，甚至于哪怕是你带着佛牌念着佛手经的时候，也可以一起回向给他。其实拜祖先真的一点都不难，好不好？那一样有喜欢老师这篇的朋友，一样帮老师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哦，拜拜。